一块钱一瓶的土茅台，倒起来。这得早点哦，打下小牌，在晚上喝点酒，再唱唱歌，跳跳舞。啊，那你这师傅一天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。 这比上班还要忙啊！对，也不是白忙，也不是很忙，是吧？你们两个举下杯，好，你们举下杯来。哎，干杯！好，湖北应城，打卡一下，应城最具人气的早酒店之一啊！一大早都是在那喝早酒啊！干杯！ 来搞一杯，这一早上喝多少了？二两。喝了多长时间了？现在喝了多长时间了？刚刚吃。没位置。没有位置。刚刚才腾出位子来。这是吃的是什么？ 锅仔，这一个锅仔多少钱呢？70-80块钱吧。这消费有点高啊。这是牛肉是吧？牛肉、肥肠。哦，这一锅还是很扎实，牛肉肥肠。这来喝酒的都是认识的。 都是朋友，在上高里准备去搞活动的呢。早酒喝起来，我们应城喝酒豪迈啊，一袋袋5斤出来，酒管够。这是他们家的价格表，还有甲鱼粉。哇，哎呀，这么多，还有甲鱼哦，天！ 玻璃，太早啊！那个飞肠我再给。什么飞肠？再不能来了。好，那就把甲鱼考虑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哇，80块钱真实惠。这是80块一大锅啊！多少钱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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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
我们拍美食节目。哇！来，一块一瓶白酒是吧？上来，一块钱一瓶。好，一块钱一瓶的白酒，随便喝，三个杯子。这是有的。满满一大锅，80块钱。有甲鱼，有肥肠，有牛肉，还有三鲜。这个素菜5块，这个锅是多少钱一锅？80块钱一锅。哦，这喝个早酒也不便宜啊。这个酒是你们自己带的还是？酒家自己带。哦，自己带的酒家好一点啊。自己带的30块钱一斤的。哦，对对对，他那个酒1块钱一瓶，估计那个酒不是特别好。18块钱。哦，一次喝多少？2杯。两杯，这两杯有4两。差不多4两啊。这个酒是多少度的酒啊？这是50度的，自己带了50度的酒。这是个特殊的生活习惯哈，这么冷的天穿着羽绒服这样在外面喝酒，这是个劲的，冻得瑟瑟发抖，一喝起来就暖和了是吧？对对对，它这个劲的味道，劲的味道可以吧？轻轻开喝。美女喝不喝酒？你喝不喝？不喝酒啊。你们两个长得好像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两口子？是啊，不是，你太搞笑的是。早上酒喝起来，喝起来。这个5块钱的一盘卤菜啊，里面有卤鸡蛋呐、杆子啊，然后这个千张啊。应酬可是啊，应酬早酒哎。这早上消费多少钱？300块钱。300块钱，20块钱啊。一个人30块钱吧。20块钱。吃点小菜，喝点酒，挺好。散酒，没有喝什么的。老板，再给我们来两碗素面。来两碗素面是吧？素面要给我铁盘打，用铁盘装。啊，面。对对对。还要爬了，宝宝。还要爬了。来，装，哎。
烧饼条，知道？我有跟他说，我买四块就可以了，知道？你们全国各地在拍呀、啊！好嘞，好，走起！我们的宿命也好，走起，走起！帮我们端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宿命走起！再来一碗宿命啊，五块钱的宿命。说是说宿命啊，实际上还是给了一点肉的。来，唐哥来，搞一杯，搞一杯。好。今天在应城体验特色早酒文化啊。OK。这个酒啊，今天喝的超便宜的酒，一块钱一杯的，当地的土茅台。一块一瓶，不一杯。那就是一瓶也是一杯啊，一瓶也是一杯，就反正就到这一杯。然后今天的话，这个是甲鱼火锅，里面有甲鱼，看甲鱼是最多的，还有这个肥肠啊。然后还有这个当地炸的这种，他们有的叫三鲜，有的叫滑肉，是吧？还有牛肚是吧？还有牛肉，80块钱一锅，满满一大锅。有人说啊，早酒晚茶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和寿命，实际上我个人不是这样认为的。我采访了这么多的早酒，我看到喝早酒的人呢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这个幸福的笑容。然后我采访了最高喝早酒的88岁还在喝早酒，然后也抽烟，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很健康。我也在想，有多少人能够到88岁还依然自己一个人可以出来喝酒抽烟的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？我觉得影响人的健康的第一要素就是心情一定要舒畅，心情不舒畅，寿命长不了。喝完早酒啊，来碗面呢。啊，这样的生活太美好啊！你那个甲鱼也滑着，这是我的特色。我们一直在做这个生意。这么多？对，一年四季都有。对，咱们我从4点钟到12点。凌晨4点钟就开始了，对，这些人来喝酒了。打包的肚子滑肉来，走起。看生意多好。肥肠你挑个，就是胖胖。肚子肥肠另加10块。人家说的是甲鱼是吧？雄鱼。卓鱼，哇，给这么多啊！回去肯定喝早酒。老板娘。咱们这一天用水至少得10000多块钱的，这3个1块，三个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哦，这总共3块钱，这么一大勺才3块钱，对，也可以单独点这个，会单独点，会单独点，然后咱可以单独点一瓶酒，那不是喝个酒只要4-5块钱就行了，4块钱，4块钱，哇，这么便宜，哎呀，人莫笑个。这种早点吃不到，只有在应城才吃到这种。是这个甲鱼喝早酒第一次。哎，对，是吗？绝对第一次。没有啊，甲鱼包括豌豆那个叫做是那个什么肉啊，那个滑肉，滑肉啊，是吧？嗯。你在仁墨和孝感都吃不到，没有，是吧？没有，是吃不到。中午还喝不喝酒了？中午不喝了。啊，晚上呢？晚上喝。这个冬天的喝点白酒，哎，还是很舒服的。对，这个早酒为什么感觉是很好的？就不能喝，不喝多。对，因为喝多了，你要晚上喝酒，喝完睡觉了，还不如溜达溜达。对，是不是感觉还可以？你这喝完酒一般是干嘛呢？喝完酒，请朋友聚聚啊，聚聚。有时候打一下小牌呀，打牌。对。哦，打下小麻将，你这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呀！那就享受晚年生活了吗？还可以吧。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提高了。对，这个退休工资都有，生活比较好，是吧？哎，悄悄地问一下，这个退休工资大概一个人能拿到多少钱呢？我啊，哎，将近40块钱。那这个待遇算是非常好的啊，可以。